咦，马总，你看你及时的，我开个榴莲，你抱个盆过来啊，给大黄买的泰国长柄榴莲和40块钱一斤，这一个200多，5斤啊，我们看能开出来多少肉啊？别急，看好了，让大黑喂你一口。我去，吓跑了？哎，不是，他想吃嘞。迫不及待，我一开缝，味儿出来了，皮儿太厚了，我感觉要亏呀、啊。又亏。开了啊！开吧，嗯，看一下，看看是报恩的还是报仇的。哎，还行。又小。哎呀，咦，这榴莲200块钱白瞎了，大妈。还在挑荔枝的形状的。这榴，哎呦！哎，马桶，你别吃，一会儿喂你啊。你看你迫不及待的样子，马桶。哎呀。哎呀。还没上一次那个买的好的，上一次那个150多，上一次买的那个是20多一斤的。不是，刚贴了，这都254克了，中间它还有没有了？中间的，不知道啊，你小心你的手啊！我去，你把马桶吓得，你能舌头舔到这儿，你赶紧把我去，马桶，对不起啊，不是大王，我以为这个不是没了吗？你看啊，啊，这儿没下来，还有一房呢，你看。马桶，别急，别急，没好嘞，你看，还有一房嘞。哦，有点可以，小。可以，可以。马总说，等不及了。来，你这个就是个报仇的，你看那皮儿多厚。皮儿厚，我以为皮儿薄嘞，谁知道是个皮儿厚的。刚才是两房了，是吧？三房。三房了。嗯，三房。三房就那一点肉。对。哎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一房还行。这肉为啥是这样的纤维状的呀？这也是这一房还行，应该可以吧？这房是挺大的啊。嗯。来放进去，一斤多了，一斤多了，嗯，啊，那赔不了了。马总，买的是124一斤，好像这个肉，纯肉的话是那个价吧？嗯，买的这一房可以的，哇，哦，这一房可以，这一房是重头戏，这一房让咱儿子吃。哎呦呦！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866克，马上都2斤了，再开一房，基本上都那个，还能开一房不能？估计悬，它还有这么大一块儿，没有一房肉，你小心别磕到手了啊！切到，有肉，感到切到那感觉到肉，我们看看它多大的。哦，这房小，哎，可以，还可以啊，还行是吧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差不多都2斤了呀！去，要2斤都赚来了哈。2斤的话就是250，250块钱，赚了50块钱。也干不到2斤，984克。那差不多就算，就按2斤来算嘛。没了，我们马桶在等半天了，给我们吃一口呗。哎，马桶，你吃壳。马桶说：“我等半天就等到个壳。”壳都是你的。马桶，马桶说：“我等半天就等个壳。你”你个老六，你真抠。嫌弃这个小，咦，马桶来了一大口，嗯，可以，马桶，好嘞，吃吧吃吧，你看看都有啊，都有都有都有，真棒。